走。誰もいないわよ。そこにいるよ。おじちゃん誰？大家好，我是王狗。相信刚刚那些影片应该多少都有看过吧。在我以前小的时候看，我是非常的害怕。不过呢，在我长大之后，我总是觉得朋友这么容易被拍到吗？没错，结果呢，就有日本的一个节目出来证实，这一支灵异片就被爆料说制作的预算是10,000日元，播到电视上面之后，它可以赚到20,000日元，甚至高规格一点的特效影片，它也可以做到这样。所以他们就是拿着灵异的影片来削钱。但是他们也说，这些影片有的也是真的，是真是假，其实看很明显就知道了。你没有当事者出来说明，那我今天呢，就是来跟大家介绍8个被监视器拍到闹鬼画面，而且大部分都有上过新闻，当事者也有自己出来说明。那今天废话不多说，进入我们今天的影片片段。看到这边呢，先缓和一下沉重的气氛，让我插播一则游戏 World Robots。World Robots 让我回到超级机器人大战那个年代，实感的打击体验，多达50种以上的机器人，用各种不同的装备打造属于自己的战斗王者。现在下载可以获得100金币、40万银币、全套武器、GEARS 机器人以及它的造型。4月14号是游戏的生日，10到23级的玩家还会多收到额外的奖励、特殊的机器人以及传说的驾驶员哦。这游戏有送丰富的奖励、华丽的战斗系、实感的打击体验，真的有感觉让我回到过去的那个年代。对，要下载的人看下方的简介栏哦。这个监视器画面，英国曼彻斯特利物浦路 Castle Fairhouse 办公室监视器的画面。事情发生的隔天，保安在监视器看到了这些回复画面，马上就把它给上传网路，结果一夕之间爆红了。现在看不到我的脸，对，因为保持恐怖，保持恐怖。刚刚那真的蛮扯的。接着第7名是这个，这部影片在网络上有超过1300万的点击率，而这个监视器画面被公布出来之后，他的父母还亲自上电视台说这个视频绝对是真实的。Pretty shocked and terrified for sure. I was just very blessed that he didn't get hurt.对啊，大家不用担心啊，你们可以看到小孩现在已经天天长大了。接第6名的影片是2017年一部爆红的闹鬼影片，事发原因是因为小女孩总在抱怨家里好像怪怪的，她父亲装了这些监视器画面，先请大家注意娃娃的头。
在2016年10月万圣节的前几天 Tokyo Museum 发布的。当时呢，它一发布，观看数马上暴涨。对，这部影片没有声音，所以我说的，你们可以看到这个书呢自己掉下来了。其实，在这个事件发生的前18个月，这个地方当时有正在进行超自然的调查，而且除此之外，你看又掉下来了。员工还常常发现书本会自己掉落，以及一些不知名的指纹。对，它的地方还开着，真的蛮酷的。借这个第四名片呢，是由英国一个叫做 LifeLeak 视频共享网站所发布出来的。这个小男孩进去厕所的时候，你们可以看到他手上捂着包包的头。他走出厕所的时候，他顺势被推了一下，仿佛被什么吓到一样，瞬间跑到外面的地方。他悠悠的走了回去，想要确认到底是什么推了他，但是一无所获。这个女生叫做 Iris， 这几个月以来一直发生失眠被惊醒的问题。由于她因为感到很不安，无法入睡，她就开始架设了监视摄影器，观察她失眠的原因。结果就在2016年的9月，她录到了这段录像。在晚上的时候，当她躺在床上，卧室的门慢慢的被打开。接着门被打开之后，她的棉被就慢慢被她从身上拉了下来。打开灯光，结果灯却没有亮，所以他慌张的再次尝试开灯。灯亮起之后，他开始慌忙的想要离开房间，但灯却又自己被关了起来。几秒钟之后，他爬回床上，再次打开卧室的灯。没错，灯又被关掉了。那这时候你们可以看到左边，就是观众说在跪着的地方，白色的光影飞了过去。对，他这个恐怖的睡觉经历就到这边。他在这段事情结束之后，他就跑去问他街坊邻居，结果他就得知，就在前几年时候，有一个人是死在他这个房间里。所以你觉得他要搬家吗？这就是我们刚刚介绍的最恐怖的灵异片段啦。其实除了这个全球流通的片段之外呢，真的有一些网友投稿给我蛮屌的东西，比如说像这一集，下一集网友投稿的时候我全部都会放影片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我网友投稿也做了蛮多集，全部都是关于网友他们的真实经历，应该比10万日元预算的那个好多了吧。所以我就在这边鼓励大家，记得去买一台监视器，看看你家有没有录到什么东西。如果有录到的话，记得传给我。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。我想要跟你们分享一下，拍了这2年半下来，不知道我们跟大家说过，最早拍这种东西的时候，甚至连半夜剪片都会害怕。其实还有一个小秘密，那时候在拍《通往异世界的电梯》。不是这一部，对，是上一部，这个已经被下架了。我第一次要去挑战，在影片开拍之前，我已经有请我朋友陪我一起搭这个电梯，因为我害怕真的会有女鬼出现，大家躲在角落，因为我怕到5楼门打开，如果女鬼要进来的话，看到她就不会进来了。过了那么久，胆子变越来越大之后呢，遇到越来越多事情，拍到越来越多的东西，就让我不得不相信这世界上是有这种东西的存在。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现在的心态，虽然我没有真的看过，我不会不相信世界上有这些东西的存在，但至少对我来说，发生了再惨的事，我也不会把它跟鬼联想在一起。所以我想要鼓励那些可能会迷信的人，可以试着用我的这个心态去看这些事。我拍了那么多，看我还活得好好的，那你还担心什么？对不对？这些事情我们真的就是抱持着尊重，可以不相信，但是不要因为不相信而去招惹他们。遇到了不幸的事情，记得不要多做联想。最重要的是，这样子才会搞得生活都要过得人心惶惶，心态才会强大。这就是我拍都市传说心态上的转变吧。对，虽然我越来越大胆。OK， 那我们今天都市传说就到这里。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话，可以帮我点赞。喜欢，谢谢大家，我是王狗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